吃啊，吃，先吃。你们两个今天是要对打吗？对打，对，没错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风一样的男子。对，我是冠志，我是祥全。反正今天第一天开工就是很高兴啊。对，其实我们这个是每次我们来拍呢，其实都是不同的挑战。对，而且来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干嘛。对，而且其实讲真的，我们两个还蛮紧张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输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惩罚，都是来到这边之后要开路前我们才会知道有什么惩罚，而且惩罚呢都是我们两个最害怕的东西。而且最让我失望的是前两集都是我输啊。对，都是我赢。选到了于祥全，就是我新年的第一胜。我今天绝对会赢他的。不一定哦。你走开，你走去。我体力也是非常好的哦。我因为我有学过跆拳道，还有拳击有氧。随便你啊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上去就知道、啊。来哦，试试看。等一下就知道。我瘦，可是我过年有放回来一点点，不太是瘦。现在几公斤？现在79。他怎么瘦的？就是脚好了，多运动就会瘦。多久内瘦到七十？大概3个月吧，三个月，差不多3个月左右，其实蛮多的吧。我从88.9瘦到79，是为了这个节目瘦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就是为了好看。这样比较好看，你又比较帅吗？你又比较帅，有帅，对，今年新气象嘛，对不对？我176，简称177，号称177，四舍五入176.5，差不多。我178，我们差没几公分。你有178？有啦。哦，好。他对，比你高。对啊，你看，高一看就知道了。有很多吗？有吗？那个鞋子比我高。鞋子好比对，有。那时候女友激励减肥吗？女友激励，完全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会有这个觉悟？不是因为，
欸，而且我记得你一直刁我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一次我说说啊，他没几个月就胖回来，没几天呐、啊，没几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啊，没有，其实这么说，小女想瘦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，她觉得她站在我旁边会有压力，所以她才瘦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反正就是这样子会比较好看，而且在我妈每天的狂轰猛炸之下，讲一下你妈怎么对你的那个收藏也被吗？啊？讲一下雅萍姐怎么收藏每天回去？对，我每次回家，比如说我都会把麦当劳藏到包包里面。然后他还会把它收出来，吃麦当劳啊你啊，这么晚还吃麦当劳？然后早上十点我下去拿房间拿的东西吃，他说这么胖了还吃，每天哦，每天哦，所以这压力是很大的，所以，对，对，对。就想想今年过年心情会不会比较复杂？当然会，当然会。可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在年前其实知道二姐这个事情，其实我们年前就知道了。因为他年前去检查嘛，那当天我就听到的时候蛮难过的，然后我就跑去二姐家，我就直接开车到我二姐家，我去看，结果我一去的时候，发觉他坐在他们家的客厅打麻将，那他平常是不太打麻将的，那我其实我有一点惊讶，然后我进去以后，我发觉他的心情没有不好，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我的外甥女乐乐跟那个弟弟。对，我们看到他们两个，其实我觉得二姐这次为母则强吧，她没有那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了，而且毕竟她已经经过这么多次的化疗了，所以，对啊。那你们应该都很讶异，她怎么会复发这么快？当然了，可是也庆幸她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，毕竟她已经休息了大概半年左右嘛，然后你看她过年前去检查的，检查出来了，然后过年后马上排时间，就已经去做手术了，所以很好，然后他今天出院是OK 的，而且他这一次才做三个月而已，就六次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会为他太担心了，因为旁边人要更加勇敢嘛，而且过年你看两天我都陪他打牌，而且我都输给他，你输多少钱？输给二姐没差，管他的，反正我就一直喂牌给他吃，我强力假晒，然后他很高兴，请你吃西，对，那他很高兴，他很高兴，他跟我打牌很高兴，对。有跟你说什么？没有多说什么，其实没有，我们不会太多说什么啊，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，乐乐我一定还是可以帮忙带啊，帮忙看啊，弟弟也是，对我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他身体健康就好了。他知道他复发的时候，这心情当下是很平静的吗？没有平静，是知道他平静我才平静。对，因为我去看到他以后，看到他的表现，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的想象中的那么 vulnerable， 就是好像很脆弱啊，就是很容易受到打击。没有，看到他两个小孩还小，对，所以觉得我二姐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那你大哥跟雅萍姐的反应？一开始我妈也是有一点抓马。就是还是会一定的嘛，一定会难过的嘛。可是后来二姐回到家里以后，她自己有面对，然后可能情况并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，就是电烧，然后剩一个在这个所谓的淋巴这边，就是然后去做完化疗，可能就差不多会好了。所以我们希望是这样，二姐一定可以支撑下去的，对。所以可能不用开刀，化疗已经开过刀了。他电烧了，他昨天就电烧了，在这个肺部这边，他已经电烧一颗，电烧掉了，很痛。啊，基于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个看他，只有她老公在里面陪她。爸爸昨天有去，对我本来想去，可是去不了。他今天已经出院了，对。所以只剩淋巴的部分。对，那个淋巴的部分就是要，因为有照到一个小黑点，所以就是要用那个化疗去把它完全处理掉，对。所以其实是昨天就开始疗程了，这样。他昨天是去电烧，就处理肺的这个部分。对。那他的整个就是我还没看到他，我还没看到他。爸爸说他出来好像有一点痛到有一点那个牙齿都在发抖，因为那很好像很痛。对，然后二姐对那些什么吗啡啊、止痛的啊那些都会过敏。所以他不能打，是吗？对，他不能打，所以他很痛，他出来的时候痛到那个牙齿都这样在发抖，
对啊，我爸讲的，我没看到，对，很心疼，对啊。就是有麻醉，但是不能止痛，不能吃止痛药。对，所以那个痛觉会很明显。因为一般来讲，做那种手术可能就是一定会用到吗啡了，因为太痛了。对，因为它电烧嘛，烧进去把那个坏的东西烧掉，很痛很痛。那我二姐没有办法用，所以对。可是希望还是谢谢大家的关心，然后希望他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，然后跟大家见面这样，好不好？然后到时候再叫他出来跟你们聊天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你今年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除了这个节目？新的计划，讲真的，我很简单，我希望我二姐身体好健康，就这样，真的，目前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就是这个，其他还好。就事业，我就慢慢自己一步一步往上冲就好了。对。那感情呢？感情啊，那感情啊。干嘛？我只有感情没有，感情我跟你讲，就是如果我姐身体好了，然后疫情过去了，我也可能考虑会定下来。对，对，因为在一起很久了嘛，那差不多了。到时候会发一包给你，好不好？炸红蛋给你，红蛋红炸弹要来啊！啊、哦，还有一个，都会发啦，在场都会发啦，不要走啦，卖照啦哦。会生小孩吗？啊？生小孩吗？有就生，一定生，生哦、一定生。现在没有避孕，没有避，哎、欸，不是，直接被戳了。要问这么直接吗？不然呢？是没有在避的、啊，可是就是顺其自然，有就生，然后有就结。然后等我二姐疫情过去，如果真的没什么太大的状况，就对，就顺其自然。好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个是，探查一查吧。对，好热。谁叫你刚在那掉下来？谢谢。哎，中间，还有一只。谢谢。